你认不认识阿昌？谁？阿昌，不认识。我永远爱你，不是承诺，说的是承诺。我此时此刻，永远爱你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骗我爱上你？没有骗不了的人，只要你演得足够真。 是不是每分每秒都在骗人？我以前抛下过他一次，我不可以再抛下他第二次。从我认出你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努力让你爱上我，给你一刀。那你成功一半了，就成了一刀了。